哇，哥，你是双十一？我第一回哎，我第一次，你值得，哥。对啊，感谢，这也是很大的鼓励。我第一次，爸爸，辉哥，对，就剩你的没有拿，汉语你的啊，好。六，你参加了六，是吧？OK。一样，就想的，想象的。哥哥，OK。对嘛，这就，多好。谢谢。到了，六宫不又见了吗？啊，六宫不又见了吗？总决赛都得见。我，怎么又是你？这你看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这挺好的呀。怎么了？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为什么呀？你，OK。再见各位，我走啦。Did you get your card? Yeah. No. It's okay. No problem. 哪张的？没写什么别的。哦，congrat， 只要最后是 congratulations。祝福哥哥在人生舞台上继续。是什么意思？祝福哥哥在人生舞台上继续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是我。啊？Let me see that。是我。没关系喽。啊？哦，没事。尴尬，我尴尬，会是你，好尴尬。这边，这边，进去。咱们要淘汰两个人，我是12。没关系。不算什么。不重要，那个，没事，没事。没事。台湾区是永恒的，打了谁？耶！哥们儿已经赚了，真的。哥是哥也不代表任何什么，当然，不代表。这就是我跟你说，这就是我的奖杯。这是一个荣宠，是一个荣誉，也是一种解放。行了，啊，大家，威哥最棒，威哥最棒，酒继续喝，继续喝，路继续走，音乐继续玩。我觉得我是来度假的，看看大家，而且挑战一下舞台，交了那么多朋友。感谢披荆斩棘的哥哥，找到了一个另一个优秀的我。我爱你们，我一定会继续努力。你们将会看到一个更好的陈辉，更好的面孔乐队。我一直在四个公演都是在大湾区的哥哥都走在一起嘛，然后非常开心，也非常的有默契。谢谢哥哥们，给我们非常期望的一个夏天。停！哥哥们，要不你们先休息？没事啊，现在我可以继续啊，不用担心，兄弟们。OK， 我可以，还可以跳。而且啊，让大家都担心，不好意思吧，没事。
我相信他，如果他认为他可以，他就是真的可以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默契吧。还有一个爷们的吧，面对困难我一关过，披荆斩棘的一个人去过关的感觉。你们认识多久？23年28年。哇，我们没有联络好多年，没有常联络。然后这一次那么奇怪的状况之下，就是啊，我们就聚在一起。And this time they became together. Magic moment. Yeah, it's all fate. Nice. 对，你们也要啊。Alright. 不舍得他走，我们真的是兄弟情，甚至乎比兄弟情更好的。就是你在失败里面学到的东西比赢呢永远会更多。没事想哭就哭吧，你不是因为我不知道人激动能让人哭。这个拿这个紧劲儿，这个软，你得拿这个找找感觉，这是使的劲儿不对，往前一点。可是马里奥抢跑跳不高啊，可是马里奥抢跑跳不高，明白。你太棒了，你怎么这么收着呢？之前啊，你之前太收了。来，必须得记下账，让我走回去。我其实觉得这个事儿没所谓啊，都是男人嘛，这个事儿换谁都会干。所以我把你留在那儿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上车，我完了，我打破了，我说我不哭了。是啊，你哭什么？Ricky， 来。到哥哥这边来就完了。我加入你们，我进入了舒适圈，所以我选择加入一个我更陌生的地方。帅，漂亮。他不要在他就安全区里面了，也是对的。我也尊重，非常欣赏他。我说他，哎，姚总 ，Ricky， 祝你好运啊！在舞台上。我都觉着可以了。对，你输了比赛，但是你赢了我们的心。谢谢你，没有我的日子里，你们不要太想我就行了。像观澜湖畔说再见。